哎，我可真不想揉它呀！菠萝包，好多粉丝提醒让我做，今天搞一下。上个月过生日，我不是捏了个盘子吗？好多粉丝提醒我，我才想起来去给它上色，照这个草莓熊色上的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全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。它这个烤完应该颜色会更深一点啊，然后还要再烧两周，到时候做好了给你们看，两周后见吧。先做面团子，130克高筋面粉，白砂糖30克，5克奶粉，3克盐，3克酵母粉，15克全蛋液，25克牛奶，42克水，筷子给它搅拌成絮状啊，就是没有干粉的状态。OK， 然后把它拿出来，放在我的面板上啊，我已经消过毒了，所以应该没事，所以没事。然后我们就要揉面，哎，我湿了吧唧的，就这么揉它啊。我今天做这个版本，它是手揉版的，我家要是有面包机，我就用面包机了啊，我可不想手揉它，它一开始很黏，揉。到后边它就不粘了，它真的很难，搓了一会儿感觉它终于不是那么粘手了，加入这个室温软化的黄油13克，继续揉它，黏糊的真是究极难受啊，揉吧，给它包里头揉，我不想碰它，最后还是得给它揉出来，它还是能碰到我的手，好像夹心稀了吧唧的了，就赶到后边它就不太粘手了，非常丝滑，我感觉我得揉了半个小时，看薄如蝉翼啊，手套应该就差不多了，我这手揉也太累了，我得买个面包机了，都给我干冒汗了，准备给它发酵一个小时，我家那个碗不是小吗，我就外卖了一个碗，它这个图片长这样的，我收到的是这样的，你这是我手大吗，还是模特的手小，你这怎么操作，还没有我原先的碗大呢，还是用我这个大碗吧，然后我们来做外边那个菠萝皮，30克软化的黄油加25克糖粉，给它们搅打均匀，这个小碗感觉还挺适合打东西的啊，因为它很高标不出去，哎，但是也太小了吧，再加入30克全蛋液，正好是刚才剩下的，再来5克奶粉，50克低筋面粉，然后给它们拌匀，做面包感觉还真挺有意思的，给它放保鲜膜里冷藏一下，面团发酵一个小时，我先爽一把 easy， 什么叫简单游戏，看看它发的怎么样，手上沾点这个干面粉，插进去不回弹它就是好了，给它拿出来排个气，给它分成4份，我家那个小铲子丢了找不着了，先用这个盘代替一下吧，给它们向下翻一下滚圆，然后再盖上保鲜膜松弛个15分钟，再做个椰蓉馅啊，20克黄油，这个馅可做可不做，但是我就想吃带馅的啊。20克糖粉，给它们搅拌一下，再加入20克全蛋液，继续搅拌，再给它来8克牛奶，再给它来上40克椰蓉，拌匀就完事了。不喜欢椰蓉的啊，可以用蒜蓉啊，你可以加点什么巧克力啥的吧，我感觉啊。OK， 正式开始。哎呀，发成这个样了呢，都很软和，味子这一看就好吃。两个做原味的，两个做带馅的，就像包包子一样。但是我也没包过包子呀，哎呦，自己做的就是随便加，给它塞得满满。咋包包子？这不会，不是不会包包子，就捏吧。捏了，包起来了还，还带馅儿的哦。这个带馅儿，取出我们这个冷藏好的菠萝皮儿，给它分成4份，给它滚圆待用，黄宝石。我们先拿出来一个，用这个擀面杖给它擀成饼，好粘。然后把它跟面团包起来哦，然后再把这个保鲜膜拿下来。这个皮儿真的很粘哦。OK， 第一个，它真的不需要再冷藏一下吗？这四个玩意儿终于完事了。然后给它们打上花刀，就那个菠萝印儿啊，菱形的。我这也太软了呀！哎，我不是很想打花刀了。我这刀也不快，它这还这么黏糊，为啥？是要动一下吗？最后一个就不打了啊，对照组实验了，所以是3个打花刀，1个不打花刀，2个带馅儿，这俩不带馅儿。拜。温度35度，给它发酵50分钟。OK， 发酵完了，看一下，都变成快2倍大了。很香，闻着一股面味啊，一股面味啊，其实没有别的特殊的香味。表面给它们刷上蛋液，看那小包软乎乎的，绝对好吃，烤出来绝对是鲜软。上火200度，下火160，烤10分钟。Later。不是。他怎么感觉跟我吃过的菠萝包，跟我吃过的菠萝包有点没啥关系，但是呢，很香，像个面包。虽然它这个外形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是感觉是成功做出来了啊！我第一次自己做面包，应该是吧？我们先吃这个没馅儿的吧，这个应该是没馅儿的。我也不知道为啥它这边感觉像没烤一样。哇，这背面就跟面包一样吗？这不是？
掰开看一下，我要有馅儿。你咋有馅儿呢？我记错了。你这里边一看跟外面卖的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我先尝没馅儿的啊。这个扁的应该是没馅儿的。哎，果然菠萝包，尝一口。嗯，里边这个面包好软，然后外边这个壳，我感觉我烤的时间可能稍微少一点，它没那么脆，但是很酥。说实话，你找一个人闭眼来吃，绝对是菠萝包啊。难道我在做面包上有点天赋？真的很不错，而且放了一点盐，就是里边这个芯儿吃起来不会什么味儿也没有。最后来尝一下这个椰蓉的，你上外边买，谁家能给你放这么多椰蓉啊？都要溢出来了。哎呦，跟外边卖那个椰蓉面包一样一样的，区别就是没它那么甜，但是我料多。嗯，自己做的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面包，就感觉自己做面包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它的外形可能翻了一点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就这个面包我感觉就是难在那个揉面，太费劲了。你家要是有面包机，这个就是小菜一碟，非常基础的一款面包。发掘了一点这个新方向啊，以后多尝试一下这个面包。开店了，面包店，这一口下去全是椰蓉。OK， 如果选美吉士品，不用点赞关注 ，OK。